Hello， 我是陈靖康 Golden， 一个在台湾生活快5年的香港人。当初选择来台湾读书，主要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梦想，成为一个兽医师。所以我就独自踏上追梦之旅，而我的人生也因此而转变。我在这里找到我的热情和新的兴趣，例如骑车、冲浪、养蛇、桌球和拍片等等。我开始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生活。我蛮常自己一个人骑车去探索台湾这块宝地，每次旅行都会遇到各种的人和事，让我有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，而这也是我爱上骑车的原因。除了骑车，我也很喜欢爬山，无边无际的森林，傲然挺立的高山，千变万化的云海，一次又一次吸引我来拜访。我在这里可以找到我心中的平静，修补我内心的伤疤。朋友都形容我家是动物园，那是因为我除了有23条蛇以外，我还有养乌龟、甲虫和老鼠。不管他们是因为哪种原因来到我家，我都会永远照顾他们，直到他们离开我为止。我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快乐，不是读书、桌球队、动物园实习，就是骑车、冲浪、爬山。我经常提醒自己，生活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你的目标和价值观。记住，努力坚持，唔好放弃。